日前，神话大剧《天天有喜》在京举行发布会，主演陈浩民、谭耀文、陈子涵、穆婷婷盛装出席。现场，陈浩民透露，此次在剧中和穆婷婷有大段的吻戏。问到怕不怕老婆吃醋，他颇为不在乎地说：“我太太也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，所以其实拍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担心她会不开心？其实，我相信她也会是明白，这个只是工作。”再加上我们太多的吻戏了，在天天有喜，有很多亲热的戏，如果要报备的话，几乎天天都看到报备。一旁的陈子涵则爆料道：“最主要是陈太太每次在开机之前总会来探班，所以立马就会跟我们女演员关系搞得很好，自然放心。”由于陈浩民之前曾发生咸猪手风波，问及现在和女演员交流会不会有所避讳，他并没正面回应，只表示和女主角穆婷婷已不是第一次合作，两人颇有默契。